各位湖北地区的农民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林科。今天非常荣幸的有机会来到马来西亚绿丰农业大荔湾制造厂家，为大家考察工厂的情况。说实在话，我卖大荔湾已经有4年到5年时间了，但是我心里是虚的，没有眼见为实。虽然在做实验，在给他们推广，在跟他们反复的做实验，实验它的效果，但是呢，我从我内心来说，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。今天有幸到马来西亚大荔湾厂家亲自来参观，通过他们的对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培训，我觉得我们原来和以前的推广过程结合起来，我更有信心了，我更可以跟他们完完全全从技术的角度各个方面来跟他们推广讲解，让他们更有，让他们用的更踏实。